在办公室坐很久，臀部旁边这边有一些囤积的脂肪小肉肉，是我们大家的困扰。我们透过这颗球的辅助啊，帮我们把腿部跟臀部旁边这个小肉肉消除掉。膝盖弯向前推，我们将尾椎骨对着你的后脚跟，肚子内收，把你的脊椎往上提起来，球放在膝窝，用小腿的力量把球夹紧，将你的虎口带到大腿的根部跟骨盆交界处，大腿的内侧平行上提，吐气关，平行上提，吐气关，打开，小腿不要晃动哦，两回，最后一回，你把你的脚留在外面，轻轻的往上提起3公分就好，提起，不晃动的哦，小腿不晃来晃去，最后3、2、1，慢慢吐气，放下，站直。